小时候带着我烧纸的人，如今却变成了等着我给他烧纸的人。想想以前，我还挺傻的，总觉得烧纸是迷信，人都没有了，烧那些有什么用？可现如今，就怕烧少，就怕火小了，就怕名字没有写好，就怕亲人在那边收不到。那烧的不是纸，是念想，是惭愧，是弥补，是不是？也只有在烧纸的时候，我才能光明正大的哭一场。你不知道以前的我胆子可小了，怕鬼怕坟怕做梦，可现在我多想他能回到我的梦里看看我呀。如果天堂真的很美，我也希望你不要再回，怕你看到历经沧桑的我会掉眼泪。不堪一开忧愁拜拜。